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ke News 中文版的 Ben CK。然后今天呢就没有要讲比较特别的话题啊，今天要介绍好康的福利给大家哦。相信我们在网购时都会遇到两个问题，就是我买的东西安全没有，我有买贵没有，这两个疑问。曾经就有一个人在网购的时候用了3000块马币去买一个 iPhone， 结果货一到的时候一打开 locker 来的。奶奶的，你现在送我一个锁头是玩 SM 是吗？货不对版是我们时常在网购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就让我来解决掉这些问题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 Shopee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、非常棒的这个购物平台哦，让大家能在没烦恼、没担心的情况下做出网购。首先，为了解除掉大家我有买贵吗这个疑问， Shopee 推出了这个 Lowest Price Guarantee 的这个活动。什么是 Lowest Price Guarantee 呢？就是你在这里找到的都是最便宜、最低、最顶的价钱了啦。I mean 最顶就是最低啦，一样的。除了 Shopee， 我敢跟你讲，在别的特定网站你是找不到更便宜的价钱了啦。如果你在这边买了一些产品呢，包括手机或者手机零件啊，可是在3天之后你发现，哎，Lazada 11 Street 卖到更便宜哦，这样子你是不是感觉自己中骗了？不用紧，马上拿起电话去 screenshot， 然后 send 给 Shopee 看，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了啦。我跟你讲， Shopee 讲到就是做到啦，就是这点好啦。如果你在别的网站找到更便宜的价钱哦， Lowest Price Guarantee 这句话呢， Shopee 完全负上责任。怎样负责任法呢？跟你结婚哦，哈哈，开玩笑不了，虽然是不好笑，就是他会为你找到那个更低价钱的那个差距呢，赔上128%的这个赔罪金。这样一来呢，那些赔给你的赎金呢，就可以用来下一次网购的时候买咯，当做 discount 这样来用。他的做法呢，完全不会麻烦到你的，很实际，而且又很方便。不过相信我啦，你在 Shopee 能找到的价钱都是最低的啦，不然他哪里敢这样大声放话哦？给我，我没有信心，我都不敢这样啦，乖乖躲在郭老头那边不敢出声啊，是没有些。至于另外一个问题，在 Shopee 网购安全没有呢？答案是非常的安全，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 Shopee Guarantee 它将 hold 着你所付了的费用，直到你安全满意的收掉了那个货，它才会把账转给那个卖家。这点呢，我觉得 Shopee 做到非常的贴心，还有非常的聪明。如果你真的一拿到货一开，喂，真的是一个 locker 来的哦，不用紧，要淡定，不要乱，马上 screenshot send 给 Shopee 会这样做， Shopee 会立刻送了一个 locker 给你。开玩笑不了，他们会马上二话不说的立刻联络你，然后跟你解决问题。安全上基本上客户是真的不用担心的啦。除此之外，身为这个 TechInfo 中文版的代表呢， BenCK 为你们争取到了一些好康福利哦。凡是在这段期间到 Shopee 网购的 TechInfo 粉丝，只要输入 TechInfo 这个 code， 就能在 Lowest Price Guarantee 所贩卖的产品呢获得50块的现金回扣，让你使用再购买 M500块以上的产品。这样子就代表你可以在最便宜的网站找到更便宜的手机。不过这些好料当然是有限的啦，就是把前100位的 TechNet 粉丝啦，所以谁先去那边做出网购的 TechNet 粉丝就可以获得这个50块的回扣啦。有兴趣的朋友动作要快哦，看留守在 TechNet 中文版就是有很多好料的啦，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到此为止了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马上去到 Shopee 网站去看看，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就按个 like 哦，还有分享嘛，好料都是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所以就按分享。不过我要讲，除了手机之外呢，凡是有这个 Lowest Price Guarantee 的产品呢，都是最低价钱的啦。而且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100样新产品更新哦，所以你要找的东西那边都是有的。除了安全之外呢，还可以找到最便宜的，不要错过这些好康啊！我们下一期见，拜。